燕三胞胎，三个都有心跳，哎呦，三个都有心跳。在他是五角大厦的吴志公，你是祝生娘娘啊？对，那是因为你不认识我干爹蔡医生。是现代的祝生娘娘，你不要看她长这样，躺着也中枪，有哎，有那个，她非常厉害。我有一个病人44岁，她一个都没有少，她本来住在三重，她本来人生是抱着不分不生，不分不生，对，很多现在的人都这样。然后她很奇怪，她有一个习惯就钓鱼，就在钓鱼场上碰到哎一个男生，越看越对眼，天雷勾地火就结不去了。那结婚之后刚好要死不死，他的小姑是掉到回来生完孩子回来坐月子，他就嘲笑这个大嫂说啊，这没生给人，哎，不会下蛋的鸡，母鸡哦，他气之下就从三重跑下来找我。那我们是也是跟他说一做三胞胎，也是又是三胞胎，又三胞胎怎么那么强？以前试管婴儿胚胎可以放比较多，那五周的时候看到三胞胎，6周的时候看到三个心跳，哎，7周的时候那个第三个没有心跳了。那这在我们试管婴儿多胞胎很容易遇到，叫自动减胎，就本来有3个心跳，后来1个没有或2个没有，反正活的这2个会把那个死的压到。